Today,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raxis or Vietnamese, Bulgarian, Chinese, Croatian, Czech, Slovak, English, French, German,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rtuguese, Russian, Spanish, and Thai. Yosi以来, 开悟名师的精神不断启发人类世界的艺术与文化，具有无上智慧与无量爱心的古代名师老子就是其中一位名师。他是西元前六世纪的中国人，2000多年来，他的教理利益这国家与人民，并留下宝贵的灵性传承与辉煌的文化传统。老子的教理着重于道，也就是那无形无相、生生不息、创造宇宙万物的力量。道存在所有众生内边。在过去2000年里，老子的教理发展成为道家，这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三项灵性文化传统之一。老子的著作《道德经》，无论在哲学或学术发展上，都算是经典之作。今天我们将介绍这位圣人的教理，在录制老子的《道德经》第28章至41章。老子《道德经》。28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事。为天下事，常德不二，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慎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智不割。第29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随，或虚或吹，或强或羸，或挫或灰。是以圣人去慎，去奢，去泰。第30章，以道左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势浩远，时之所处，静寂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武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31章，夫加兵者，不祥之器，
物或物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盛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福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吉事上左，凶事上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哀悲弃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第三十二章：道常无名，普虽小，天下莫能成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明莫之令而自君，使至有民，民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所以不殆。必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第三十四章：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视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以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中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五章：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乐于耳，过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第三十六章：柔弱胜刚强，于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第三十七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猴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夫亦将无欲。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第三十八章：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人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让弊而人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第三十九章：昔之得义者，天得一以亲，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猴王得一以为天下真。其治之，天无以亲，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猴王无以贵高，将恐绝；古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是以猴王自称孤寡不古，此非以贱为本邪？非乎？故至树库无库，不欲绿绿如玉，落落如石。第四十章：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一章：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
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见言有之。明道若昧，进道若退，一道若累，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广德若不足，见德若偷，至真若愚，大方无余，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为道，善待且成。很高兴与您一起观赏今天的师徒之间。接下来，无上师电视台将播出《动物世界，我们的邻居》，焦点新闻后马上播出。愿天堂的音乐带给您灵感与爱力。We enjoyed your presence today between Master and Disciples. Please stay tuned to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for Animal World, our co-inhabitants. Coming up next,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may the music of heaven bring your inspiration and love.